有眼光，真的不太熟，拜拜，他可以当我儿子了。你几？我不太容易。姐弟的感情看起来很融洽，台剧仙女姐姐来我家举办卡斯发布会，其中饰演大姐的韩玉更是20年来首次将国语出演，终于可以就是回归正常的语言，因为其实台语对我来讲是不是很会讲的，我是用新年的时间去每天做注解，第一次跟这么多就是好看的人，就是敬仰的前辈啊，然后可爱的弟弟妹妹一起拍戏，我觉得是一种很新很有创意的那种一个冲撞一个结合，对。用国语演出会不习惯，会，这个很可怕。我一看字幕，就是看那个剧本，它自动会分台语哎。我管。像你会常常冒出两句台语，对不对？然后张哥哥也是嘛。然后我演我老公的智正也是三步说，哎，莫伟丽来啊！我老公，我现在不是，我要转换，我现在是卫视中文台，我要转换。其实我看到你过来很开心。对啊，我也是哎，我也是啊，不会，他们私底下就是很好相处。对啊，大姐们，他都会笑，讲什么他都会笑。对，我是个笑点的。虽然我觉得，可以跟他一直多多乱讲话，都蛮有成就感。面真的很可爱耶，面说实在的，我因为有眼光，真的不太熟，拜拜，跟他不太熟，但是我觉得他是。不会怕生，然后可以去炒热气氛，他会主动的跟每个人接触，对不对？他刚刚演花念轩很可爱，他是有打动到你。有啦，有啦，最有啦，就是姐姐这样写吧，最有啦。应该是说，在我周围都是比较成熟的男性，很少看到小屁孩，真心把他当弟弟在看待，因为他就很活泼可爱，像姐弟恋里头。很难找到像我一样，也可以啊，不行，他可以当我儿子。你几？说。你敢说？几天之后要拍戏。哦 ，OK。势必有200个人。有啊，这个剧都很爱上你。但我要爆料，吴念轩在现场。拜拜。现场我有对你很照顾吗？这个是。念轩记者问的吗？不是啊，就是我现场有，我说什么？大家会要爆你的料。你要爆什么料？就是他私底下就不是我。我每次心想说，哈，镜头一起来哦，懂得装可怜哦，然后镜头一卡哦，你的事情毕露的感觉。对，我就是在拍在 action 前跟后就是。是不一样的个性。对啊，你妈什么结巴什么，有可能，又做了。